missiontimes.hk.翻嚟，好人經濟啊！嚟啊，好人經濟嘅時間嗱，禮拜二啦，又嚟到。係啊，台長你好啊！哇，唞翻兩日真係，唔係其實正確嚟講係一日，因為禮拜日係有翻嚟嘅。嗯，哇，唞翻一日可以攤翻一嚿大嘅，真係唔能同條頸即刻唔能同。嗯，哇，嗰個刺激法咧，真係唔係同你講笑。喂，開住講啦。開住講啦，哇！真係大家真係有得好瞓時，要好好地瞓啫，係爭好遠，真係瞓一覺好嘅咁樣。係啦，嗱咁咧就所以咧你見我咧聲都大啲啊，今日咁咧就咧我哋咧今日咧我哋咧就咧介紹咧呢個咧咁樣嘅，我哋比較少介紹嘅嘢，簡單嚟講咁樣，我比較少介紹嘢。咁後面嗰次當然唔係啦，後面嗰只 A 啊咁樣。咁就呢兩節咧，我哋咧就介紹咧呢一個，唔係講咗賣嗰兩樣嘢先啦，一陣一次過講 Oscar 啦。咁咧就咧嗱，喂。系啊，开正你嗰份喎。系啊，开正你嗰份，你今个礼拜卖两次喎，仲要系咯，犀利啊！系啊，嗱，咁咧今日卖咩咧？喂，呢个系咩嚟噶？你介绍啊，呢个系 Joyfinger 嘅家庭游戏套装系列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咧有限数嘅，就限三副嘅，因为有特价。咁啊，嗯，我睇限三咁样嗱，咁咧就两只咁样咧，一只咧就系咧呢个 Multi City 系。同埋試咧試下，一隻咧就係試咧試下咁樣，試咧試下就我哋就玩過啦，結果就喺呢個咁嘅遊戲實況主場。係啊，冇錯。OK 啊，試一試下係大話式嚟噶嘛？試一試下係大家鬥詞走人噶嘛？鬥詞走啊！大話式就大家鬥講大話啊！試咧試下就 cut 咗嗰個講大話嘅元素就。膽薄膽，大家膽薄膽，係膽薄膽，膽薄。因為呢只 game 咧，以前嗰個版本叫 Cow Nine 嘅，咁我屋企咧就有一副 Cow Nine。咁另外咧，因為今次咧要 show 俾大家，因為個 Cow Nine 本來係個膠嚟嘅，咁佢咧就整咗個好似嗰啲熱氣球嘅藤籃，但係用膠做咧。咁啊個我就覺得個樣就冇咁好睇嘅。咁而家呢個 Slash 嘅版本咧又吸引啦，起碼咧。你未玩之前砌嗰个飞空艇啊，本身都系一个几好玩嘅过程啊。系咁啊，今次嗱，之前咧可能大家嗱限聚啦，咁啊，今次咁啊有富士咧，时下攞翻留翻屋企，一家大细一齐玩一下，咁啊，可能你成日玩得多，你就发觉自己原来赌神上身，跟住点啊？可以容易一训练到自己，点样择色择得劲咁样啊？系啊，真系好紧要啊！系啊，咁啊之后可能啊，第日去唔知边度地方大杀三方啊！系、啊、另外咪就第二声啊？问下人先，喂，声话 OK 啊嘛？聲話 OK， 通常你到呢個時候一定會咁問，因為係咯，我見到畫面啦，佢應該 OK 咁樣。係啦，嗱咁樣，咁咧就另外一 set 係啦，呢個咧就真係 party set 啦。咁啊，呢三個咧都介紹過噶啦。嗱嗰次咧，勁咯，其實我舊家係玩曬噶。係啊 ，for sale 咧就之前我好早就做第一次、第二次啦。咁另外個嗰、那個 Animal Crazy 啦，咁啊亦都介紹過嘅。咁嗰日咧就玩咗一半傾 up 啦，就起碼俾我半途咗，係大亨啦，咁啊好開心啊！呢、這個人生嘅 bucket list 咁啊，其中一個。咁今次咧又有特價啦，咁啊而家咧特價咧就$490嘅三副 board game， 全部都簡單 happy， 咁啊買翻去任何時候開 party 嘅時候我嚟一開始譬如去等大家開心一下都係非常之好。傾 up 就係玩呢個咁樣嘅，傾 up 就係玩呢個以下犯上啦。係啊，冇錯，我嗰日贏咗。係啦，咁樣咁咧就呢個咁樣嘅呢個咁樣，不過傾 up 好，不過傾 up 就係一個好玩嘅，但係就心計 game 咯。心計啊，係要計數咯。啊，咁跟住然後 for sale 就係 for sale for sale， 我真係俾手仔玩去到係。簡單嘅必嘢 game， 必嘢咯。咁因為好多人必。
嘢，即係要計算嘅時候，因為佢純粹係投降輸一半呢個機制下咧，咁大家咧就喺度懟他，就你明白到一點嗰啲點解舉牌咁開心啊？即係陣啲舉以前香港投地咧，咪成日有啲舉牌噶嘛？咁啊點解要有呢一個咁嘅價錢？因為有人舉牌嘅時候就有人互舉鬥舉。睇下谷高你個價錢先，你條友仔之前攞頭塊地買地好少係對佢，有㗎好多㗎，買地好少係懟死對方嘅，唔係懟谷高人哋個價，等人哋嘅成本高啊嘛。買地好少好多㗎，呢個都係㗎。嗱，呢個你玩下玩下就發現到，其實自己冇乜興趣要，但係冇理由咁平益你，咁跟住就大家嚟足收行，跟住就。跟住由买股票变咗做股东，就系会有呢个情况。系咁啊，依家大家可以睇下啦。跟住然后Animal Crazy 啊 ，Animal Crazy 咧呢只咧就讲一个有一个简单嘅游戏，俾小朋友或者大人咧以一个 party 开心嘅形式，睇下议会唔同嘅议题。通過咗之後咧，會產生咗唔同嘅化學組合啊！嗰日咧，阿羅生玩得經典，因為咧，我其實咧，如果想簡單啲，唔好玩到頭爆咧，其實可以限同一時間得五條議題成立嘅啫。咁、有亦不必到新嗰條咧，就嗰個人咧揀舊嗰啲咧，是但揀一條搣走。咁就易計啲嘅。如果唔係咧，好似嗰日玩，因為我覺得咧第一次玩啊，嗰陣時候又未第一次冇乜幾可做節目啊。之前其實就想玩到複雜啲，但係如果簡單啲咧、低啲咧，大家觀眾啊或者玩家咧都容易咧可以了解到嗰個場面咧，咁嗰個緊張感會再高啲，會低啲係。咁下次其實呢個我都係提議大家嘅，因為咧如果你同一班新嘅朋友玩咧。想玩到 V 蛙鬼叫，首先咧就要人投入嘅。咁如果要投入咧，先令佢明白個 game 先，那個變化有幾大先，轉嚟轉去咁樣。咁如果即係一個臨尾，本來你最尾嗰個局明明贏啊，點不知人哋開咗個新議題，鏟咗你嗰個本來食烏嗰個咧，由贏變大輸家咧，其實咧係跨嘅。但係咧，如果你作為一個 party game， 唔係諗住要輸贏咁緊要，大家只係為咗個氣氛啊，同埋投入啊，大家玩得開心咧，我覺得咧可以試下即係限制咗嗰個。呢一 set 就比較要諗嘅。即係要用啲少少啦，唔算好多。因為雖然要用啲腦啫，但你可以控制嘢好少嘅嘛。咁所以好 party 嘅其實係 party game 嚟，我絕對叫派對入去都真係唔係講笑。因為因為我而家陪你玩得多咧，我開始識分啫。明白。有啲咧就係咧你要諗之餘咧，係真係會好左右嘅，即係你嗰個思考同埋你嗰個出手咧，係真係影響個大局嘅。冇錯。呢啲就係咧，你思考完咧，佢影響個大局都唔係真係好大嘅。嗱 OK 嘅，同埋好快手咯，好快手。嗱，譬如 For Sale 咁樣就係啦，佢好快手嘅 game， 即係你好容易就理解嗰個遊戲個基本規則，咁又好快就可以成班一齊喺度玩咁樣。幾隻都係比較 for 簡單過兩個人嘅。我絕對建議嗱，呢三隻 game 全部都要多過兩個人嘅，因為 for sale 唔可能三個人玩，唔可能兩個人玩，多人玩翻緊再開心啲，因為夠亂。係啊，即係同埋咧，你會見到有啲人咧 over bit 同 under bit 咧，咁你咧就學下咁啊，知道大家睇一樣嘢嘅價值咧，可能唔同，即係等於啲女仔結婚點解一定要鑽石戒指？但明明鑽石戒指一買咗翻去，粒鑽石就唔值錢噶嘛。咁即係話，每幾時值錢啫？你買賣嗰下啫嘛。咁所以點解有啲人淨係中意買金啊、買白金啊？咁就係咁解啦。咁但係所以好奇怪嘅，不過唔緊要，呢個咧你都可以提，從而咧可以觀察到你同你一齊玩人嘅諗法啦、人性啦。其實仲有好多呢啲 party game。咁之後咧，再介紹，再會再玩，再介紹。今次就自己買先啦。嗱，咁就當然啦，呢兩隻嘢唔係新噶啦，呢兩隻我都買過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因為咧有呢個咁嘅限時優惠價，咁咧就咧呢個時間咧就咧兩隻咁樣咧。嗱，你一見到咧派對遊戲套裝咧，
原價560蚊，原價560蚊，限時優惠價咧係490蚊，咁樣。咁咧就另外嗰一 set 咧，就呢個咁樣嘅家庭遊戲套裝咧，家庭遊戲套裝咧就咧原價咧就係咧呢個咧420蚊。而家限時優惠咧380蚊，呢一 set 咧就比較貨細路仔玩嘅，因為咧你係即係點講咧？因為我成日都嗰句就係咧，其實實體 game 真係好緊要對於細路仔嚟講，冇錯，即係有嘢玩嘅俾細路仔攞喺手玩咧，始終係唔同玩手機，即係當然啦，而家手機好繽紛啦，你可以玩好多嘢啦，你有咩 game 係手機温唔到啊？其實講真係咪先咁啊？只不過操作嗰個問題，或者即係話，屌，如果你屋企有部 PS4 有部 Switch 啊，乜嘢玩曬啦，基本上。但係咧，實體 game 係唔同噶，等於咧我哋細個我哋要玩飛行棋啊，我哋要玩波子棋啊，我哋要玩以前細個仲會玩啲乜嘢噶？玩大富翁啦，譬如咁樣講，酒店大亨後面，因為你揸住喺手度，你手指掂到係唔同。係你手指掂到咧，你唔好理佢攞啲波子嚟做乜嘢啦，係咪先啦？咁樣即係攞嚟彈又好，攞嚟跳棋又好，攞嚟玩又好，佢梗有理由嘅。嗯，佢梗有理由嘅。但係咧呢啲 game 咧就係咧，你點都要俾細路仔玩啊，就是、玩啲佢平日冇遇過嘅嘢，玩啲佢平日冇遇過啊！原來要可以咁樣諗嘅喎，啲 game 咁樣。你譬如你呢只呢兩隻咁樣，我淨係玩佢睇過你玩飛空艇啦，咁樣講。飛空艇就係啊，飛空艇就係佢唔會遇到咁嘅情況噶嘛。係啊，即係佢現實佢唔會遇到咁嘅情況噶嘛。咁啊，其實就即係令到佢諗嘢就會諗得快啲啦，咁樣諗多啲唔同嘅嘢啦。冇錯，基本上係好俾到細路仔，即係家庭 game 好俾到細路仔玩咁樣，咁所以咁樣嘅，咁點樣講咧？Celestia 就係玩跳樓嘅，因為基本上就係、是、係啦，咁咧就咧每一層咧，佢都俾你揀落船。風險管理啊，跳樓一定死嘅，冇得管理嘅，好安全嘅，佢嗰個世界係啊，唔會死㗎，佢嗰個世界好安全，咁大家咧就鬥池落船，咁就跟住就攞分咁樣，係啦，最後多分。嗰、那個贏係啦，咁就好簡單，好簡單嘅一個遊戲嚟。不過咁講啊，如果講得事咧，時日咧，我就會講多少少。你講翻自身經驗，我呢節講曬啲。因為咧，其實咧好簡單啦。我估咧，觀眾又好，台長又好，甚至係雙傑都好啦。其實咧，細個一定有玩過大富翁，大富翁，同埋咧一定覺得大富翁唔好玩。係啊，唔識玩嘛。咁點啊？嗱，因為咧 ，OK 喎，我有。因为点解会觉得唔好玩呢？系咧，大家玩错咗。系啊，好多时玩咗七个钟，咪嗱，有时根本就唔识玩。玩三四个钟都仲未结束到个胜负嘅时候咧，就觉得搞几耐啊？跟住我譬如咧，我要直到咧，我要见到毕华流攞咗世界冠军，跟住做咗访问咧，我先知道佢玩个 game 同我玩开嘅都唔卵同嘅。是因为其实一个中文翻译是一个很错误的范例来的。那些巫师呢，一来大家可能玩大富翁就觉得不用看巫师，一来即玩啦。是怎会不懂玩啫？是啦，就是好像跟 UNO 一样啦。这些叫做已经变得越来越 urban 和 famous 的 game 呢，就其实大家都不会看巫师。不是，譬如那天我们在玩我而家係玩咩？我係玩遊戲大全咧。係啊，我唔會解釋下點樣玩 last card 噶嘛。係啊，點解啫？就係、是、因為佢就係轉出嚟啊嘛。last card 即係 UNO 啊。係啊，即係其實即係 UNO嘅變奏啦，都唔知邊個變奏邊個啦。其實諗翻轉頭、哦，其實係 last card 先。係啊，應該係。嚇，同埋咁講啦，我哋你咪嗰次揾咗阿鄭錦滿嚟招人嘅时候咧，系咪俾佢玩飞行棋嘅？咁其实飞行棋咧系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我想分享嘅嘢嚟嘅。哦，咁啊之前唔记得咗分享，咁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游戏设计嘅开端嚟，因为 Noodle， 因为飞行棋原名咧就叫十字棋，就系 Noodle，NUDO。咁咧佢喺公元4世纪前出嚟嘅，系印度嘅
印度嗰邊傳出嚟，咁跟住咧傳咗好多，咁有好多英式十字棋啦，或者係即係有少少烏市上面有分別啦。嗯，咁而後尾咧喺遊戲新嘅開端就係美國人，美國人咧就孩之寶啊 ，Hasbro 啊，係、哦哦、就設計就攞咗 Ludo 呢個 game 原 game 就改咗少少嘢，加多少少就變咗叫 Sorry。咁咧，佢個 sorry 嘅叫法咧，係有感嘆號喺後邊，就是、sorry 係咁 ，s o r r y， 係啊 ，sorry 感嘆號，係啊，其實咧，佢唔係佢嗰個廣告咧係風行啊，喺美國，因為當年咧又係喺美大蕭條之後啊，1930年，嗯，咁佢咧個廣告就係點咧？就係、是、擲色踩到你之後，就嗰個細路女咧就話 sorry 咁樣嘅，即係哦，係啦，咁啊令因為呢個咁樣嘅口條咧，就令到咧全國風行哦，咁啊 sorry 係一個好紅嘅廣告，係啊，講因為咧其實飛行棋啫嘛，四世紀由佢嗰個名叫 sorry， 就因為 sorry 就唔係佢嘅意思係。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又踩死你啊，咁样咁完全系咁嘅，同埋佢加咗一啲譬如有啲位啊防护罩位啦，咁啊即系，但系其实你见到个游戏演化同埋进路咯，咁我觉得咧，其实后尾咧，其实应该咁讲啊，有去 board game 机睇咧 ，Ludo 呢个 game 咧，比分喺十分满分嚟讲系3.4分。系唔系唔玩得嘅，系啊，即系唔合格得好紧要嘅。咁但系后面咧有人改版，就将 Ludo 或者 Sorry 咧改咗另外一支 game， 就叫 DOG 啊 ，DO 啊。咁啊，今日先攞嚟讲啊，当新买嘅真系。其实咧，我点解要咁样讲咧？即系好似我呢啲人咧，就玩 game 咧就中意去考究嘅。咁又会有啲人咧就会去谂下点样令只 game 好玩咗。嗯，咁啊。有人咧就有用 pair 牌加咗喺飛行棋嗰度，就變成咧 dog 呢個玩法啦。咁啊咧，大家都係一沓 pair 牌。咁嗰沓 pair 牌每人輪一開始係抽三張牌。number 就係代表行幾多步。積累傾就跟翻即係十一、十二、十三咁去。咁而積累傾咧就等於可以起機嘅。哦，咁可能咧為咗要起機就唔行咁多步啦。另外咧有啲特殊 number 你可以跟住咧就可以同人傾，每個 number 譬如煙可以當11或者10。唔係一或者十一咁樣，咁啊別又唔可以起機，但可以揀行咩步數。另外可能七 lucky seven 嘛，七咧就可以俾你行兩隻棋，就大家夾埋行七步，咁你就可以有多啲控制，同埋一開始每個回合你抽一張牌，然後出一張，即刻咧就令到個怎聽就即係知道嗰個遊戲就冇咁。冇咁棘死，冇咁變成好運 game 咯，即係都會有運，但係因為你有三張牌，咁一開始抽定，咁就每個回合抽翻一張嘅話咧，咁你永遠有三個步可以揀嘅。正 game 真係好棘嘅。係啊，咁啊呢個咧就你亦都可以咁講啦，任天堂聰明嘅地方就係攞啲傳統遊戲俾人玩下啦，即係呢啲即係講難聽啲，用句猜嘅説話就係神中追遠，唔玩呢啲 game 好快就會喺歷史嘅洪流裏面消失噶啦。咁好得意嘅，咁對於呢樣嘢嘅堅持。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佢係好想發掘遊戲設計嘅人才，因為有啲人咧玩完個遊戲係唔會諗點樣令個遊戲好玩。有啲人咧就會另個遊諗將個遊戲或者轉去另一個方向嘅。我有時間咧，我之前咪有買，我有買個 Wing Fit 嘅。其實我發覺 Wing Fit 咧可以攞嚟咧，我嚟做一樣嘢噶，就係設計玩 RPG 嘅時候咧，去分嗱你嗰啲咪擲色決定你有幾多 swing 啊，有幾多 curve 啊。咁你攞嗰碌嗰嚿嘢，你喐得幾快，代表你嘅 dexterity 有幾高。咁都好大啊！嚇，你起發多樣嘢可以諗，然後其他嘢可以再用第二啲方法。踩住嗰啲健身單車嚟跑步，玩玩玩舊 game 咁。冇理由一個神仔。你個波有幾大咧？就係你踩得幾快，玩撲街咯。呢啲都係可以令到個遊戲開心。以前機鋪，我自己咧細個咧
就我是一個窮的 小朋友，我很喜歡去機鋪榴槤的，都看人打機。以前呢，以前在旺角呢那個時候呢，哇真的很開心的。他有、我記得最興奮呢就是有一架踩單車、但是有風吹。有風的嘛。是那個人力飛、飛機嘛。有風吹的早期。那個 idea 真的好靚。是正啊。是啊，然後就壞了嘛，但是那個風吹。个踏板两下就被人用高速风把踩烂啦。啊嗱，讲远咗，但系个问题系其实嗱，我会建议系咁嘅，嗰啲亲子游戏啦，即系嗰家庭游戏系列咧，其实好方便咧个家长咧，从睇个小朋友点样谂嘢里边咧，发掘到佢其实系咩技术。哦，系啊，系呢、這个好紧要。系啊，即系有啲人可能我唔中意，即系觉得坐得太定嘅，咁啊可能先会发现啦。即系当然细路仔唔系真系咁难试出嚟啦，有啲位。但系你譬如你其实你会试到噶嘛，你就会试到，譬如咧就系佢容唔容易发脾气啊，佢有冇耐性啊，佢玩嗰只矛唔矛啊，嗰啲有咗好卵矛咁嘅僆仔。系咁样，咁其实就令到你。你對你的小朋友的了解會多一些，透過這些遊戲，沒錯，是，還有這些小孩到最後都是那樣東西，他都是想你陪他玩的，陪他是很好的，是的，所以呢就這個呢這樣的兩個這樣的遊戲套裝這樣，那都是for多人玩的，沒錯，for多人玩的，那當然啦，其實就雖然呢就現在就沒有優惠價錢啦，這樣，但是我們在你在這個 marketplace 這個呢玩具區嗰度咧，其實咧都可以揾到咧，咁咧有其他嘅選擇嘅咁樣。冇嘢。我有時都會咁樣嘅，我想講。係。我有時都會唔小心爆咗聲咁樣嘅。咁譬如仲有呢個咁樣嘅嗰個上次我哋玩嗰個彭彭樂啦，我哋喺節目度玩咗一次啦。係。然後你好似喺親子團都玩咗一次啦。係啊，冇錯。係。嗰次仲送咗。送咗出嚟啦。係啊。咁樣。咁啊，彭彭樂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彭彭樂更加 physical 啦。嗯。更加攞上手玩啦，嗰啲木棒啦咁樣，咁就係好快就會攞，好快啲僆仔就攞嚟砌啲不知所以嘅形狀嘅嘢噶啦。咁可以俾就好開心，多樣嘢玩咁樣。咁就跑馬樂又係好易玩啦，跟住有呢個和風遊戲、和風系列遊戲套裝啦、Brings 啦，同埋呢個東海道啦咁樣，咁亦都有賣嘅咁樣。咁但係呢兩隻而家雖然未賣到喎，咁樣我哋好努力講啊咁樣。我雖然未賣到。咁樣咁咧就咧呢個咧咁樣嘅就而家就做緊呢個咁嘅限時優惠價咁樣，咁咧你而家見到派對遊戲套裝咧原價560咧限時優惠價係490蚊嘅咁樣，490蚊嘅呢個咁樣嘅，至少我自己玩過嘅話咧，我好中意玩 for sale 嘅，我覺得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嗰、那個教導你玩個能力好好，好快你就即係其實你咧一揸住咧，你覺得咧嗰遊戲設計咧。梗係唔係話一即係簡單就一定係代表好啦？但係簡單係真係容易教人玩啊嘛。冇錯，即係譬如你對住你，我哋譬如我哋對住幾位女孩子咁樣都係咧，就係、是、你經常都要諗就係話你要用幾長時間佢先至學得識啊咁樣噶嘛。你有啲太撚複雜嗰啲遊戲 concept 咧，你俾佢玩，我哋上個禮拜玩嗰只乜撚嘢啊？玩嗰只圍住行嗰只啦，嗰只咩？嗰、那個Tari 嚇 Tari 係咪？即係譬如 Tari 咁樣就係咧，我就預諗咗就係你點講佢都唔識㗎，佢啊！我冇諗過攞俾阿 Michelle 係啊，譬如啊，幾個女仔我咪講咗。你话咁集中讲，我觉得个个都唔系 Michelle 好叻噶。我其实 Michelle 好叻。系啊，不过。你要記住啲烏絲唔好太複雜，係啊係啊，或者咁講，唔係啲烏絲複雜，啲烏絲太瑣碎。咁、啊、我哋咧有嗱咁啊，譬如我哋，喂，我之前都攞嗰只 Looping Louis 啊，都係好開心啊。咁啊，但係咧呢、這個咧，如果你有睇翻台長，我以前咧就發現咧台灣嗰啲人犀利嘅地方咩啊 ？Looping Louis 咧其實出名啊，但係咧最勁係台灣人魔改佢。哦，我睇過有條 YouTube channel 咧，就係因為嫌個魔打喐得慢。哦，嗰隻嘢啊嘛，系啊，我嗰個飛機啊嘛，系啊，咁佢咧就拉咗兩條線出嚟咧，就加咗個變壓，係因為佢發現咧個摩打其實根據個電壓咧行得快慢嘅，佢一加到最後咧就玩完一次就
报销啊，因为点解咧？爆炸谷到尽佢咯，佢唔会爆嘅，但系谷到尽咗先。好兴奋，系我见好兴奋嘅，同埋有啲另外嗰个魔改咧，而家咧我话咁讲，新版嗰个 looping 首出新版嘅 looping Louis 咧，佢咧其实系根据台湾个魔改，因为有人嫌咧四个人玩咧个距离太近。他特登買兩盒 Looping Louis 中卡咧，然後咧切咗嗰嚿膠，然後黐咗變成八角啊，然後八個人一起圍住嚟撳啊！不，我咁樣努力你買啊！喂，我限三咋，兩套嘢都係冇食噶，你哋唔係啊，講笑。誒呢個咁樣嘅誒係咧，買嚟送俾細路仔咧，我覺得係咪先？買嚟炸下倉雞，然後攞嚟揾個花枝包靚佢咁樣。是不是假日咪送一套俾啲僆仔啦？假日啊，唔係啊，假日啊，假日啊。唔係，其實而家限聚一家人四個人，或者如果一班朋友係唔可以出嚟食飯嘅，咁你點都要揾個 friend 屋企玩啦。喂，屌真係黐線嘅喎，佢嗰啲加辣係，係啊，真係想講少少喎。佢嗰個加辣真係少，喂，快買啦，快買，快買呢個，我哋都好努力嗌啊，係咪先啊？咁樣，咁咧，跟住然後嗱講啊，同埋講到明呢禮拜五係咪要做啊？係啊，係啦，禮拜五你要介紹新嘅咁樣，咁當然啦，你有一揀啦咁樣。咁中意呢套嘅，而家買就最抵咁樣嘅。喂，佢嗰個咧，而家嗰個咩防疫措施，屌你做咩咁樣點撚樣搞啊？全日禁堂食啊！我睇明報呢度講，係全日禁堂食。食肆全日禁止堂食，但可提供外賣。嚇咁撚樣啊！商場、美食廣場要關閉座位，停止提供堂食。商場、美食廣場本身就已經係外賣啦，係咪啊？佢唔當係啊嘛。咁唔係啊！你成班人一齊喺美食廣場度離開，去公園度食。咁只不過係喺公園度做一個美食廣場啫嘛。嗱，你冇地方食飯噶啦，如果咁樣係咪先啊？死梗！冇人會好似我僆仔咁樣嘅，我僆仔時候屌你叉燒飯都揸撚住，係拎住行，拎住行喺度食啊嘛，行住食不知幾輕鬆，我話係咪先？喂，但係而家行住食肯定有啲奇形怪狀嘅人喺度影你相放上網，香港公審你。唔係香港真係好撚奇怪喺呢啲地方，香港真係好撚奇怪。咁我都講過好多啦，啲口罩黨啊，啲咁嘅嚇，咁樣口罩法西斯咁樣。喂，繼續限聚令收緊啊，咁樣跟住然後咧呢、這個咧公眾地方禁止聚集由四人收緊至兩人，二人同住或者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可獲豁免。黐撚線，跟住然後室外佩戴口罩，室外公共地方強制室外強制戴口罩，違者定額罰款2000，最高5000。如果有合理辯解，如飲食、服藥等可以獲豁免，吸煙、做運動同行山不獲豁免。做運動不獲豁免，跑步要戴口罩，即係佢係咪有咩意思啊？係啊，我屌啊！昨天已經有人在討論，哇，戴著口罩怎麼跑步啊？戴著口罩怎麼吸煙啊？有人就說，他不是瘋狂的？含，不是啊，有人示範了，就是咁樣嚇，又係啲嗰啲，又係嗰啲以前嗰啲港產片嗰啲人個口罩咁樣有個窿咁樣，跟住又嗰個含緊佢。唔係啊，嗰個先經典啊！你有冇睇過有條 YouTube 片咧？個女人咧，佢咧望咗望右之後咧，個口擘開就上個分開啊，嗰兩截嘅係黐住喺塊面度，咁食咗。黐撚線。關閉場所表列啊！呢個咧，關閉處表示啊，新增體育處同埋游泳池，其他已關閉場所包括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等。屌你老俾我哋又再多一個禮拜喎！佢話咗噶啦，你以為會有七？你以為係七日啊？有乜可能啊？我冇以為係七日，但係咪先啊？佢無了期噶咯，無了期啦，賠啦，仆街咁樣係咪先？即係好奇怪咯，呢啲就係、是。呢就係、是、你其實你講唔撚通，即係譬如日本咧，唔好講好遠啦，未講完啦，講埋呢個先。擴大檢測群組，擴展啊檢測群組至街市租户同埋小巴司機，同埋特殊學校嘅宿舍員工。政府亦都安排慈雲山公共屋邨居民檢測。OK， 咁樣就呢次真係要由慈雲山殺到落銅鑼灣啦。咁樣咁咧就係咪唔識噶啦，小朋友而家？梗系唔识啦，英雄被困筲箕湾都冇人识啦。咪我咯，乜嘢飞？不知何日到中环。肥师嘅主题就系由慈云山打到铜锣湾。系啊，
咁樣點解我想講咧？譬如咧，日本咧，好搞笑噶，因為咧，如果你記得嘅話咧，日本咧其實咧就講咗好耐要刪啲波子機鋪，一來波子機鋪形象唔好啦。即係一來大家都認為佢係呢個咁樣嘅呢個地下社會先至可以開嘅鋪頭啦，咁只能夠講佢錯唔曬啦，咁樣啦。咁跟住然後第二就係大家都覺得好影響民生啦，覺得波子機係賭錢啦，咁樣咁都冇嘢嘅。但係咧好笑咧就係咧，結果就結果而言咧係冇喺波子機店度爆發，啲波子機店而家其實繼續開。是现在其实够开的爆发结果全部都是夜店嘛、嗯、夜店嘛，跟住然后说什么透过鱼头传染嘛，跟住说要鱼头消毒嘛，那样说啊什么铺头来的奇怪的那样啊，真的这么多东西吃的那样啊，母婴坚的坚的坚的肉婴所、这个、不是讲笑的，这个是坚的新闻的是传的那样，跟住然后呢但是譬如波子机店其实是没有爆发的、嗯、那些波子机店就说，那你想想大家坐喺度又唔使講嘢嘅，個、嗯、地方又預撚咗你食煙，通風又好，咁你大家又隔開曬玩咁樣，你又冇乜對話啦。你啲機又係隔一步嘅話，隔兩步咁樣開咁樣。咁佢話好難傳染喎，係啦，好難傳染嘅喎。咁呢啲就即係其實你逐漸就會好理解，大家就好理解就係邊啲係政策，邊啲係。即係邊啲唔係政策咯，或者邊啲即係只不過係想即係想管下你咁樣咯，係咪先啊？咁樣咁喂，屌得翻十秒啦，已經咁樣，得翻十秒，我仲未講過想食煙嗰添，下一節先講先。咁樣喂，嗱咁我哋而家咧呢兩套咁嘅 board game 套裝咧，我哋咧限三嘅，限三嘅。咁由於都未發市啊，係咪先啊？咁樣咁我哋努力啲啊，係咪先咁？嗱，我下一節都繼續賣嗰個嘅，咁但係咧我哋有其他嘢會介紹嘅。咁樣我哋而家咧就輕輕休息一陣，我哋翻嚟繼續講。